直播要进，我们直播抽奖要开始了。那 Kitty 啊，那这一次我们的抽奖的活动的奖品是抽出什么 ？iPhone 几 ？iPhone 15 Pro。对，那二五六 G。啊，那这次买电子锁就可以抽到手机。你Kitty，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你抽到的人的心情是什么？你买了一台锁，然后又抽到一台手机，这两块4万块。那我就会把我家的房间门全部也换电子，也换掉，反正就多了，对不对？对啊。好啊，那这次的奖项是这么大奖，是由哪一间公司赞助的？由那个持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本次的奖项。那我们全程的摄影的过程中啊，直播啊，都会由我们鼎立法律事务所的翁建祥律师全程做帮我们协助，并且做见证。好，那待会我们的所有抽奖是非常透明的，就像这个箱子一样是透明的 ，OK 吗？好，没有黑箱作业的。那待会这边你现在看得到这边所有的纸张的这些奖项啊，全部都是由各分点经销商收回来的这个抽奖券啊，待会我们会丢到里面，从里面统一抽出两位幸运儿。那抽奖呢，因为这次本次购买的活动是比较踊跃的，那有很多的就是消费者他本次购买他单次购买有可能购买两台或三台，那抽奖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么幸运的话，很有可能同一位消费者抽了两张或三张，有可能的。好，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幸运吧，应该没那么幸运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分批把抽奖券给丢进去这个箱子里面来，给你的，我们稍微把它这个拍一下，混乱一下，大家再摇一点啊，等一下再摇一摇。不是，其实说真的，那个买了一台锁回家装，那除了有活动特价以外，还可以抽到那个手机，我真的觉得是回本的。新年直接换新。直接，对啊。好了，给那个最近还没有换手机的人抽到啊，希望是这样。他也买出了，就是凭运气的，跟凭运气的，他可以摇一下。没力气。可以吗？这样 OK 吗？怎么？我感觉没有在动啊。好吧，摇一下。好，待会我们抽出两个奖项，那我们邀请一下那个翁建祥律师来帮我们做全程的观众见证。翁律师，那接下来我要进行抽出两只手机的奖项，那我先抽第一只，我需要蒙眼睛吗？不用，不用。好，靠你的直觉。直觉。好，那我要抽出来啊！恭喜第一位，什么门市的？它是新庄区购买的。那抽奖券的编号是1285。好，那由于各自的关系，那抽奖的资料我大概新庄门市得奖人是张慧君，那我们由翁律师帮我们做一下资料的客户资料的见证。律师先来一点。OK， 没问题。好，所以这两个是编号是1285的抽奖券，新庄的张慧君，应该是小姐了。好，那我们接着抽出第二个奖项。我们这次抽奖是全台，没有，这次抽奖是全台都有，我们会抽出一个南部的，好吧？希望啊。有点离南部还好，有往南一点点。好，那这次抽奖的号码是编号是1392。那购买门市是新竹东区的张文慧，慧，对，张文慧。那我们由翁律师帮我们见证一下客户资料。没错，这次抽奖的得奖者都有个慧哦。好，那待会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抽奖券的这个就是客户的抽奖得奖的资料会放在 VOC 的持续科技的官网上面，那各位有空的时候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也会由这个该经销商通知各位消费者得奖的资讯。那我们请这个翁律师帮我们就是结一下，就是怎么讲？好，介绍一些小知识，对，关于抽奖的部分或者是。那本次抽奖，因为产品的这个价值是超过2万元，
那就是非常除了非常恭喜得奖者之外，那也稍微提醒一下，因为超过2万元这个部分，将来是要课年度的所得税。不过因为相较于得到这么高价值的手机，我想应该还是非常恭喜各位中奖。啊，应该是挺划算的。好，那我们的说堂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感谢这个鼎立法律事务所的翁建祥律师，那也谢谢那个 VOC 电子所持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奖品的赞助。好，那我们说堂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这些直播的影片，我们放在我们的持续官网上面，还有各大平台上面。好，那各位幸运儿可以上去看到一下自己的资料。好，那就我们就直播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哦。